祝你生日快乐 ，Brian！ 生日快乐 ，Brian！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Yeah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吹吹吹。来一起吹，好了，健康长大了，全家快乐耶，好棒哦！来擦，来，游泳藤小朋友抓交一起开始啦，来跟镜头挥手 ，Hello， 跳上去，膝盖往前倒哦。好的。好，然后再穿肚兜，帽子上要再戴，肚兜用套的。来个你那都得吃啊，就叫做嘞，他常吃吃完和一个弟弟哈，来，好棒，好棒，来哟！第一个拿到是麦克风啊，拍手，秀腿麦克风应该56啦，麦克风真的音乐家，迷人之心，演说家，具有口才的天分哦，要拿，那他自己拿起来。第二个拿到是金元宝帽，宝帽帽去富贵假钱去啦，元宝代表大富大贵，也要赚大钱，孝顺父母，孝顺长辈哦。哎呦，大家都靠你了。第三个拿到是宝剑哦，能够包养各种困难。宝剑代表军将之才，具有领导统御的能力哦，在团体里面当领导者，在公司里面当 CEO 大总裁哦。能够乒乓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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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乓乒乓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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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看到你不蹦蹦端你好平安高端，一脚踩长寿，一脚踩富贵，日后荣华又富贵哦。来，有没有这样换场景的话，然后来，好来请坐。接下来叫坐拥富贵号，然后怎样？富贵慢慢领，怎样叫好朋友？坐拥等到快快乐乐的长大哦，快快乐乐长大，这样就好了哦。哎，我祝我的小孙子永腾哈，我也谢谢我的媳妇很用心啊，我们祝他健康平安最重要哈，嗯，快快乐乐长大，妈妈妈妈很辛苦哈，谢谢奶奶，谢谢妈妈。好，我们永腾第一个周岁，祝他永保安康，人生飞扬哦。不要讲了，来换姐姐。姐姐。我祝永腾很快乐。耶！姑姑祝永腾平安喜乐。谢谢姑姑。跟镜头挥手，拜拜。